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西瓜。今天这企划可以看饼好莱坞。OK， 这个画料是非常重视打造的。OK， 每那一天我们在他的家看了一套鬼戏，叫做《咒怨》。OK，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朋友，你们都会知道，他每个故事前面都会有受害者的名字，就一闪而过。然后我们突然间打了一下来，我们不到一秒钟我们就想到这个 idea， 然后我们准备 plan 一个，两个我们最胆小的朋友。 OK， 我们将改那个咒怨的影片，我们改他们的名字放进去，然后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反应，就看一下他们有什么反应啊，就给他们看到他们名字。然后我们为了弄逼真一点，我们就放在电视，然后是说电台播的，等一下突然间，咦，这电视有播鬼戏，一起来看，一起来看，这样的感觉。 OK， 你们接下来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现在我那个片在 export to， 差不多180哦。对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是 prank 之时？prank 道具之手嘛，你可以看这个。你看这个啥都可以啊。今天要 prank 的主角已经到了，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人是谁。我是有啊，美德好吃啊，美德。哎，有人在放过。你要吃饱一点的今天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他们是不凡。哎呦，潮湿哦，那地方。把煤盖快了。这还真的出现名字哎。这另外一个人的故事。一个故事。哇！裸体的，怎么会有这种声音？没有什么。我不是讲的，我有风，我一定屌啊！那些都不要开灯，那有点。没有道理哦，什么鬼？看书要开灯。好冷哦。是你抱住我的腿有用没？黄黄黄，旁边是红。哦 ，Can see me？ 有请。哇 ，Sexy or B？ 你觉得躲进被里面会有用没？圆呐，这个我还没写完哦。哈哈哈。我留下。哎呦！你怎么这样？哎，这跟我真的一样名字。什么样名字？韦德啊，那三点水哥有毒韦吗？俊雄啊。俊雄。啊？俊雄啊。俊雄的名啊。是没？啊。俊雄吗？我怎么这次是有我？不要吓我！操你！操！我看到说我杀掉，我还想这么跟我一样要名字，然后他就盘我，你中了啦！妈，怎么不写你没写我名？明天打你电台，有天。真的，那你没有看他盘我，然后我讲这么跟我一样要名，三点水一个眼，你还吓我？回到回到，我承认了，棍子我丢了 ，OK。妈的！我现在，妈，我都浮在里面嘞！这是真的是 B， 我没有看错。B， 你要剪掉几只？我操！姚明，你有东西吃了，过来。我跟你讲。哦。一只有。
下去，我再不动。白姐这边中断一下，因为刚刚出现一个插曲 ，OK， 很紧张一下，很紧急的东西。然后接下来你看，你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你没了你吗？你我不懂这么薄，他一般没有掉啊！你妈的，你后面讲一句我做很快的。我真的不懂不好了，我已经说不出来了，你懂吗？然后我还在猜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进去我就看到电脑米多利了。行吗？还不到家啊，连至少250。OK 了，还有这个啊。哇老哎，我不了几久，你知道吗？你问一次，有什么感想？一开始你没有真，他都是真的，很惊讶罢了。然后我一想，我想一下，我朋友的智商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啦。最后你懂是什么东西吗？最后是他的名字。是哎，可以播完下去哦。我去弄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在那里笑了。我现在就弄完了。快点 ，Epic 啊！快点，要效果，西瓜的 video 要效果。Ready, action！ 确定要这个姿势吗？我觉得这个姿势很妖艳。可以，我觉得 OK。你们前面有吓到我，起码成功38%。啊，讲一下为什么会出保险啊？因为那个 video 从 Adobe Premiere Export 出来，然后最后几分钟出现一个 bug， 就是影片播不到，然后后面就整个乱完了，然后就给那个智商250的。啊，智商250，猜到哦，我边哦，我的。因为其实那触发我没有怀疑，因为八度空间时常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可是就是后面我们没有配合好啊，就这样触发。OK， 下次再接再厉。可以。挑战我智商250。可以。Epic 啊！得得得得得。到最后其实是那个影片出现 bug， 最后两三分钟其实要做完了的，然后就出现一个 bug， 后面直接黑屏，然后我们就乱完了。OK 啦，今天这个 prank OK 成功一半，失败一半啦哦。没有办法，我们都是做 real 的东西，我们没有办法演。OK， 今天这集就这样子啊 ，peace out。